个游戏叫做元气猜词，每队需要派五名成员参加。那么由于东东没有来，由我来暂时补一下位。队伍第一人需要将看到的诗词名句用肢体语言传递到下一个人。最后的那个是最重要的。谁最后一个猜？语文课代表已经迫不及待了。好的，来第一个。祝你平安天晚做木梁回首。看着啊。开始了，开始了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了解了解，好。明白了。那可以继续了，对不对？啊。这么快？来，龙哥。请摘下你的耳机，来，结束了。好，看蔡老师，看蔡老师。看，是一定要跑到那里吗？每个人。寻。有没有了解，龙哥？孙悟空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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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啾啾啾啾！干扰他们，干扰他们。我觉得其实中间的人明不明白不重要，一模一样的笔画到最后一个人才是最重要的。你看他怎么猜了。到目前为止都是一模一样的表演，了解吗，耀庆哥？到这边结，到这边结束，对不对？到是不是到这边就结束了？我先 copy 他们 ，OK， 然后我再来 get 你的点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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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是不是叫蓦然？是不是叫蓦然？大哥哥，对，一起演一下，因为你们真演得很像很像。来看，走出去，走出去，一二三，回头，往前跑，往前跑，感动。不是吧？怎么了？你们是不是看了提纲啊？但只有我看了，所以说我第一个表演出来以后，人家 get 到全都 get 了。哦，军哥还知道 get 了，就最后就盖了帽了。厉害！好，非常顺利啊！厉害！接下来换小哥哥队。哦，你比划。我比划。你比划，那你去吧。好，你去第一个。嘉森第一个呀。第一个特别关键。好了 ，OK， 他们先把那个字的字数比出来了，有没有？这是对的。游泳。人明不明白不重要，一模一样的笔画到最后一个人才是最重要的。我觉得你演得很好，可以了吗？慢点。我觉得你演得很好。黄喵脸色很不好看。请开始你的表演。什么？这是？来，这什么？我不知道呀，他怎么跟我比划的？我不知道，我就照着演了啊。15-20啊。
然后是再酱，酱。啊？不就是这样吗？啊？一模一样的鼻翅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怎么就逃不开这个魔咒了呢？怎么会这样？吴昕每个动作都是无价之金。一，请说出你的答案。乘风破浪会有时。哎，下面那句，什么济沧海？什么什么济沧海？接近了。什么无价之姐去沧海？不是不是，无价之姐在上海。又到上海了。没有，无价之姐在上海。三，二。一，对不起，吴昕，你认为的答案是什么？乘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苍济沧海，济沧海。哎呦，看就差这么一点点，你觉得是哪一个？你觉得他比的是什么？就是这个。我有一直没搞懂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天哪！我跟大家解释一下。他这个是大江东去，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。来给你们讲解一下哦，东南西北，大江东去，浪淘尽。淘尽为什么是这样？所以我说比的很重要，比的如果不在那个点上，很容易误导。个十百千。千古风流人物，各施百仙。哎，这个很清楚。对，所以就是在他的想象里面，就是你们都应该完全理解。看得懂才有鬼。我自愿我在中间。第一对，我们如果这次答对了，就还要有下一轮。是吗？我们还有一次机会。我觉得找会演的在第一个。你咱先把那个字数先比给他们看，就会清楚猜几个字。OK。那在中间他老瞎眼，你我没有瞎眼。瞎眼，你刚才讲指了四个方向。我没有指四个方向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真的，你问妖精哥，妖精哥，他刚刚第一遍是不是指了四个方向？对。很简单，有信心吗？有信心。来，开始。写字儿呢？哎，我以为你要干嘛？你写字儿呢？我也以为我看错了。你刚才告诉他们完了吗？从前有座山。山里有座庙，庙里有个老头讲故事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OK， 我知道。OK， 我知道。漂亮！你仔细看，千万别传歪了啊！觉得你传什么样，我传什么样。第一句。二句，好嘞，好嘞，开始。第二句。那个我必须提醒你啊，第三棒跟前两棒表演的都不一样，完一模一样。完了，我觉得要凉在王鹤棣这儿了。好的，来。那我觉得我大概猜的，没问题。来，猜到了。虽然我没猜到，但我表演的肯定没问题。对。
山。好，第二句。帅气，我觉得这么近距离 get。很完整啊，杨哥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来，请作答。缓一下，缓一下，缓一下。杨哥，我其实差不多知道了。说，说。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Yeah! 这个是啊，是什么意思？那你看一下小贾的龙，看一下小贾的龙。是鸭子吗？你插头，没有人看得懂你在干嘛。龙不应该像什么？啊？不是，指我就行了。对啊，吴奇隆啊，有龙就灵。啊？有龙。哥哥队给你们玩一道最难的，行吗？行，你们挑战一道。好，好啊。选了啊，好了，来吧。哦，嗯。这是啥？哦。非常准确。你的表情我看看啊。没气氛好。蔡老师，蔡老师，时间到，来，继续往下。今儿哥不能参加了啊。哎，我想想人类繁殖，谢谢。不能像我这样做，我就像你这样做。哎，传递性非常高。到这里还原度都是100%。嗯。哎，哇！辛苦了，学长。懂了是吗？懂了，还没完呢，还没完呢。耀庆哥秒懂，来。嘉哥是不是再看一遍就猜对了？我跳下去。我看着你跳。我跳下去。知否知否，应是绿肥红瘦。Yes, yeah, come on, yeah. 跳。刚刚王鹤棣是不是说，如果那个维嘉第一次就猜对，他就要跳下去？啊？怎么了？怎么了 ？Sorry， 热搜也该降降温了。劝了，劝了，劝了。恭喜大哥哥队在元气猜词的游戏中取得胜利，大哥哥队获得一个元气值。请选。